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二次录影，那你们觉得静影一圈第一个要做手势？我知道手势没有问题吧？手势很重要。对，没错，手势很重要。刚刚这句是谁说的？我们今天8:30就来录，8:30是不是有人迟到？有人迟到，太过分了，这人就是我。我先跟社会大众对不起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所以要抓的是鬼牌迟到吗 ？No no。是要来看正选谁是迟到的。那我们先来第一批的人。我手上呢有这一批次要报到的名单，我们就看看有谁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来抓迟到喽。对，看看谁是迟到王。Let's go。点歌，点歌，点歌，早安。什么事情吗？这是我们的那个点歌周记。请问你今天表定时间是几点到？表定时间10:30啊。那我们现在时间是？那我们看看现在的时间。我可以说是，10:33。我可以说是 FFO time。哇塞，就非常准时的意思。在演艺圈里面，守时是不是非常的重要？当然，守时守信嘛。好，点歌，赶快去休息，谢谢。大家吃东西哦。好，谢谢。勤洗手。贴心的小陈助教。好，让我们目送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正选选手的化妆室。耶。我们去偷他的素颜。OK，Let's go。选手区就是我们的选手区，来给大家看一下选手区。化妆室，哒啦啦，我们很少会碰到的地方。那我们即将要揭晓这些人的誓言。OK， 我们来看谁还没化妆。看看谁，我们先访问那种没化妆的。Go。忙碌的化妆室。忙碌的化妆室。哎，有人跟我对视到了。对到眼了，对到眼，对到眼了就要讲话。哎，这还没化妆，你还没化妆，我就是要等你还没化妆。来抬头，我就要等你还没化妆的这一刻。我是风暴黑桃的第三针。哇，第三针姐姐，哇哦！请问你今天表定时间是几点到？9:00。那你几点到？9:00。哇，非常准时。模范模范，好久不见。Yeah。 好久没有在面前值班。那你对于从鬼牌复活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快乐，但是很想你。啊，好感性啊，我要哭了。你是不是有去拍那个节目？是你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有我。讨厌，为什么你们可以去录节目？因为我们太吵了，你可能要学习雨山姐姐一样吵。好吗？说我姐吗？那可能没办法应付。我们现在要上楼去抓，看看到底这个梯次谁会迟到。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会迟到，没有人敢迟到了。现在 ，Doris， 你先报一下现在的时间。现在中原标准时间10:59。等一下，大家请问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镜头就在这里。来，你说一下。什么牌的？打那个黑杠杠。好，我会帮你打。那你要大方面对镜头。镜头。我是方块的滑梯。滑梯。好了，那我们老样子，我们的集合时间是几点？11:20。11:20哦，恭喜我们滑梯呢提早了。方块第一个到。恭喜你。好，赶快去。好榜样，希望方块的大家可以跟他学习，好吗？来，抓到一个。你知道你是闪闪以外，如果闪闪不算的话，你是第二个到的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好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林元雪钻石的林元，我刚走进来啊，怎么有一个鬼牌一直看我？就是你，不是有说哎，我怎么了？不是他戴口罩，跟就是本人就是长得其实看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就是很不像我。你说戴口罩很像我。好，就是我不想要被人家看到，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人，后面还有一个人。是什么？你是什么团的谁？快团的李元。因为我有点想睡觉，还有突然。那你今天几点起床的？5:00睡。哇，我的天啊！太辛苦。那你觉得你们团谁会迟到？对。你现在大胆的预估。应该说你们练习到现在，谁是迟到王？你觉得你们团谁迟到？哎，这是方块的问题，那林元可以一起回答。这个是你们谁是迟到？
我猜应该 Taco 比较容易迟到吧，因为 Taco 速度比较缓慢。我也觉得 Taco 比较快。Taco 两票哦 ，Taco。我们又捕获到了一位。OK。你是什么团的谁？我是方块团的静轩。静轩。静轩。你觉得你们团谁会是迟到的那一个？谁会迟到那一个？哎，不会知道，好，大家都很怕被罚钱。OK， 那我们谢谢金轩，谢谢，加油。我现在有点期待访问到塔口。11:11，我们剩下9分钟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到的这个人是谁？哎，是个素颜呐，帅妮姐姐。来，我们特写一下她的素颜。哇。对于你现在是方块团第五个到的，那你觉得会有人迟到吗？我觉得很，我们团有一个就是传统，其实我们以前迟到是要罚棒时的，一分钟一分钟棒时。我刚刚看谁迟到最久，然后就看到他旁边成棒时。那你大胆预估，你觉得谁会迟到？那可是我们团很喜欢压线到。对，你们现在还有，对，因为现在已经现在剩5分钟了，然后你们还有一堆人还没来，你们还有8个哦，就先帮他们，先帮他们默哀。默哀。好，那你爆料一下你们练习的时候谁最强？哎，我们练习的时候不会有人，应该会有人迟到。有迟到过的吗？有迟到过的。他可能很喜欢就是搭计程车，然后在最后一刻说我到了。这样好的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小妮姐姐，拜拜，加油。现在时间剩下4分钟。但现在只来了6个吗？对，现在只来了6个，现在他们还有7个要来，我是看他们7个要怎么在4分钟之内抵达。OK， 敬请期待。大家已经偷偷看到有2个人正缓慢的往这边走过来，那我们报一下现在时间是11:16，那到底现在来的这2个人会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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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。方方派团的第7个跟第8个到的哦，第7个跟第8个。我是第7个。你们现在已经压线11:18，那你介绍一下你们是方派团的谁？素颜吗？素颜吗？素颜就要拉下来看一下。曾一晴。你。对呀，是。你要先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今天穿拖鞋。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风格。时尚。不是。因为我2双鞋都太闷了，然后脱下来脚会很臭，就是会流汗那一种。黄色那双里面有绒布，然后我每次脱下来脚都很臭，所以我想说穿拖鞋回家散热。后面又有人了，又有2位来了，他们是压线19分来的，来看一下压线最后一个压线2个，所以现在代表方块团已经有人迟到了。来，你介绍一下你是方块的谁？没错，我们这个镜头真的是素颜大考验。Taco 19分到，有一个最厉害的20分到了，20分哇！哇塞，方块团太厉害了！你们知道前面来的人都说方块团爱压线刀，对，然后你们5个在19分跟20分的时候出现，太厉害了！来，你介绍一下，这个不会播吧？会啊，这个会播的。那你就是要把口罩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自蜜蜂少女队的 Taco， 又有一个也是压线，又有一个压线。哇，方块团大家真的太强了！来，你们对着镜头说一下，你们是方块团的谁？我是方块团的梦璇。我是 Taco， 希望你们这样还认得出来。Taco， 这位是我培根，那这位是我先下楼了，没有来不及了。我是玉云，这位是。哇，你成为最最压线的那一位，最最压线，全部都压线，19分、20分到这么多个压线组。反问一下，这20分压线到的，你什么心情？我刚刚在车上就想说，不行，快点，成功了。你是搭计程车吗？搭大 Uber。哇塞，直接压线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强了，竟然没有人迟到，而且全体压线，全体压线，超过几乎一半都压线到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尤其是这一位，对他这是压线还没跑到21分的时候，20分到的。你是几分出门的？10分的。10分出门，哇，
那你几点起床的？十点半。我们是滴滴五二鬼牌时代。耶、yeah. ！我们今天的抓迟到玩的企划失败。抓迟到玩吗？迟到玩，迟到玩吗？迟到玩。我们今天抓迟到王的计划失败，我现在非常难过，看不出来我刚刚笑是这样，因为今天没有抓到钱，今天没有收，没有收入了。好，那也代表说我们节目大家都很准时啦，真的是太棒了，耶、yeah, ，鼓掌。我们就下一次继续抓谁是迟到王吧，再见，拜。